如果你心中常常有人民，我觉得这个人民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心中没有人民，为了自己一党之私、一党之利，那两党恶斗，就最后的结果，那老百姓就做出他的判断。那大众都是杀人，还有大众的产业。过去呢，在战国时代，大家都是用权力来争，可是呢，我想拳头不能争无一事，只能争无一事，就最好是要以德服人，不是用那个打破头来决定谁输谁，要选票，所以这是民主政治的可贵。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，他们啊，应该啊。自己去做出来自己的决策，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声音，所以声音好像都被那些少数的媒体就来。那现在有自媒体出来，可能很多的个人的声音，平等自由的投票权，这是民主自由的投票。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心中常常有人民，我觉得这个人民啊，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心中没有人民，为了自己一党之私、一党之利，那两党恶斗，我觉得最后的结果，啊，老百姓会做出他的判断。这样回答可以吗 ？OK。